这是今天的小果啊，小果硬度挺好的，脆甜。妈，这果硬度真好。这小果能达到这个脆度，赶紧来吧。看他打印一下啊，特等大果送礼蛋糕有面啊，手摆装饰。今天的樱桃啊，现在刚开始打包。这个是中果，这个是大果，这些都是。这些是特大果啊，这大樱桃。这是果王，仨高大果装箱图，这些都是啊。清晨新下树的大梅枣正在筛选等级。一斤是45克左右啊，一斤是45克左右，给大家做一下对比啊。